行程吗？接下来准备飞到北京的那一刻，我就要直接坐车去那个什么剧组。今天有三场戏，还好。这也太忙了吧？还好吧。你这昨天刚来参加完活动，今天又走，这就是我们的 lifestyle， 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嗯，别走，今天晚上回去好好直播。好，收到。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想采访一下董事长，是想问一下关于对于你昨天上热搜的这个事情怎么看？哪一条热搜？我上热搜太多，不记得哪一条。就是网络上现在在传呢、啊，那个你跟徐艺洋网暴恋情。那是我回应了，对对对，那我早就习惯了。我因为我觉得，但凡是一个稍微漂亮一点的人在我的旁边，但凡我做点什么，别人都会觉得我在跟他谈恋爱，所以无所谓。这样子会不会对你们家的艺人有点影响呢？我说的是，我跟他，他是我的家人，我没说他是我老婆。谢谢，哦、请你们搞清楚。明白明白。董事长，今年到年底有什么出行计划吗？例如出去旅游啊之类的。从家里去剧组。今年到过年没有什么旅行计划吗？没有旅行计划，今天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旅行计划，从深圳飞回北京，带大家一起享受一下生活。 Perfect， See you later。 Making me say that the way you hold me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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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hold me.